养狗跟养猫都可以。不要。好，最好是不要了。因为有宠物好麻烦的、啊。好。比较脏，然后又吵到邻居。又吵到邻居。好。那这当我再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这边有你家吗？有啊，我住人啊。哦，住人也是您的房客。我的亲戚，我那个大舅子，他们一家人。哦。这14个人。好，所以那个店应该是从这边迁上去的嘛。对对对，哎，我来，我带你看，有两个小。好，因为顶家，我稍微再确认一下。对，你要上来拍一个照。店的分算。对对对对，店的分算，所以表我可能跟他分享。好。